马上开讲。平时以讲古，讲古立地金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咱今仔要讲的是酒状元，古代苦状元呐。最后一关就伫皇宫的，由皇帝亲自主控，叫做点气。点气也是笔气，是写苦写文章的。啊，可以说是名气，因为皇帝若看到一个考生无顺目啊，一定是袂托伊中状元的。所以迄个状元无论文武啊，大家都是小生、后生、个缘投。实际上，状元哦，也有中年人，像咱讲到的王世平47岁才中状元，也阁有一个叫做杨虎。中状元的时阵啊，已经82岁，头毛吹秋白了。这些人啊，无管老还是少，至少啊，都是五官端正，面目清秀，未去是高头慈禧歪水蛇目。但是后一个例外，这个人啊，就叫做金大雄，人生也缺死，却奄奄其奄。中了文状元，这个金大雄啊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是一个有钱人家。因老爸早早哦，就送伊去读书，伊却越卡越手，爱甲人300人动腿，一个啊，弄着面，着一大伤。啊，咱原本哪有生意通天啊？啊，阁无亲像这啊，四过个有咧整容了，啊，迄、那个伤好了哦，面啊，剪一粒正大粒，袂花袂扁，变啊也袂倒咧。从即个起啊，金大雄则修心读册，伊天资无贵啊，但是刻苦勤奋，19岁个时阵啊，煞真秀才。因爸母就教伊早早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媳妇。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啊，新人定定做的是较目屎流目屎滴。金大雄想说，是咧嫌伊歹看，就说了：“我很丑，但是我很温柔。”新人怎么哭出声了？原来啊，这个新人蝶小姐已经跟人订婚了，因老爸欺贫回亲，才强迫伊嫁到金大雄。李蝶小姐原来的未婚夫，竟然是金大雄的同窗好友张秀才啊！了解代志的真相了后，金大雄立威无色。先走去将张秀才拖来做新郎官，成全了一段好姻缘。金大雄拿恁这个聂小姐做小妹啊，也去送伊一堵嫁妆。人是卖母做大姑，伊是贴母贴钱做大姑。家己哦，则个另外去娶别人。这条代志啊，是断啊一死过。有人说伊哇真血汗，啊有个人哦是有蒙大呆，人说个人说，金大雄还专心读册，中了举人。金大雄伫清朝建隆28年上京赴试，据说金大雄上京赴试之前呀，有去文献望的，看功名奖啊，但是一米高更啊，无问去半项。啊，文无望就是无恩无望，苦未重。金大雄想说啊，我已经30多岁了，临到中年万事休，啊，搁再等一课，得搁3年，家己天资无贵，无可能大器晚成。啊，是趁这哦，后生搁去拼一口赢。金大雄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，就是全国统考啊。考取的名额
按排名顺序，拄拄好出啊到金大成头前迄名，将金大成去后面一大批人全部落崩无中，这就亲像一个大闸门啊！按金大成面头前前砸落去，排伫伊头前个叫中公司。名落孙山，无中公司的就无资格参加电器考金试了，就搁较免受有机会中状元了。金大成命较清水，啥实是先公所预料的无望。这科的主考官是清朝有名的清官老同魂。办代志是认真、公道、严格。过卡了啊，伊将试卷随一张掀看，发现有一张试卷有躲过的所在啊，真退缩，唔录取。按排名次序对簿，就将金大成补出做真无名的公司。这正是山穷水尽。肌肤落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金大成死性文泰地步真轻，不过在家己严格电视之上，又是什么款的机缘巧合托文才一般的金大成高中状元呢？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耍落去。但云十全九，无论寒暑四时咸宜。伊是世界金融神父洪文肖的维京中国，伊凌空邪灵入侵，却不过死于中医。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，伊一生精气两袖清风，潜意识心中凌不梦造福一方，流利国家神似伊，体验而风必出击。泉州港股在个时候开始隆重推出长篇历史人物故事《林则徐》，讲述民族英雄林则徐传奇一生，中文民族雕像师团队爱国加能量，敬请关注。世事无常，托人想无到的代志啊，太多了。金大成有通参加电器。一般情况下面啊，都有通得到金试，所以无压力、袂紧张，临场发挥是相当好。成绩哦，这下就超过200外名，排到第十一名。成绩好是好，啊，状元啊，肯定是无望。电器虽说是由皇帝亲自主考。但是倒一个皇帝会去随一张去看试卷啊？主考官老同军啊，就按照惯例，伫所有试卷内面，几十张第一优秀的试卷，不同乾隆皇帝啊，钦点前三名，状元榜眼探会，本在一切啊顺理成章啊，偏偏又接我生机，峰回路转。参加电器的公司里面有一个师徒的人哦，是也有真才实学啊。啊，不过有真才实学的人啊，不是恃才傲物，就是未晓得认真写稿。这个师徒的啊，是兼理游子，两行牌票计有俩。伊在因省的考举人的时阵啊，按照伊的成绩。应该是排第一中阶员，啊！伊想说家己有实力，凭本事真枪真刀去输赢，就无去拉关系找后门，或者是假虚心去求人三栽培三照顾，啊！无去拜主考官林文思说红包，因厝的父母官知府大人啊。后壁有苦山，头壳插天线，调去省了做副主考。啊，副主考大人自然就把这个死脱的考生咯，看见一卡了都无惊到，
剥嘞啊，就也受气。世间哪有做便宜的代志啊？啊，无用我占钱，就要捡干大堆坏啊！白白得一个机缘。本在富足空，不疼这个心虚的呀，地锅砂锅卵，滚蛋！又一想，心虚的拿无中，难以服众，所以就将心虚的将尽头名摆阿个尽门名去。心虚的呀，果然不服，伫上京回去的时阵，大礼报，揭发这项代志，而且公开说。生了凶器的时阵啊，看我会阻挡我中机缘，袂挡你我中状元。迄、那个知府即阵啊，啊先来惊城来做调来官，甲死脱的声就是冤家路尾，又搁啥拄着？伊惊死脱的，那中状元了后啊。代志会出破，家己就会倒台啊！就去找主考官老同魂张小贤，是了。外面那段子卖出几十名呀、啊，计嘛是用钱银来共主考官买，按钱银偌济排名次的。老同魂无识破尴尬，实话实说，便说了：绝无此事。迄、那个奸臣啊，又阁继续做妖术，啊，若无人怎啊会说？诶，即颗的头名状元哦，是死脱的呀、啊！老同问说：“乱言，取梗的人名都是别方的，白头一个是上啊，连我嘛唔知影。啊，怎啊外口来存在啊？凡是清官，计较正直，较过受人利用。”老同魂也受气，一时无冷静，竟然临时决定啊，将原来的前十名改做前二十名，将前二十名改做前十名。安尼陈大成啊，就将第十一名变做第一名了。乾隆皇帝也信任老同魂，自笔加起来就按照顺序点了前三名。发榜的时阵啊。陈大成高中状元，第十一名进士，竟然是迄个死脱的俩。乾隆皇帝啊，亲切接见新科状元的时阵，看见陈大成目不清财，有失国格，面色就也歹看了。李老同魂已经了解到陈大成牛某的事迹，赶紧跪落去乞诏说。啊！陈大成凭着天下第一，恭贺圣上得到一位德才无双的金状元。乾隆皇帝顺水推舟说：“殿不以貌取人，望天不负丁梦。”陈大成以我中状元，皇帝话也说啊也好听。但是从来都无得到重用，所以啊，伊就无做出什么青史留名的政绩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咱今仔就讲到这位，再见。下一集开始，咱要讲的是长篇历史人物故事《林则徐》。大家人熟知林则徐，查禁鸦片，虎门销烟。其实这个民族英雄一生饱经风霜，留下无数丰功伟业。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。乡音、乡韵、乡情。